刚刚说是准备那个串串的，然后结果呢，我们刚才拿出来的时候发现我们是这种桌子，其实不需要串串，我们只需要把它切好，改好刀就可以了。这个是一个羊腿骨，所以说它这个肉啊是连着骨头的，我得慢慢的把这个肉剔下来。我们现在把这个该剔的肉都剔下来了，现在只需要给它改刀就可以了，改成肉粒就可以，肉块。专业，这叫专业吗？我觉得挺好的呀。捧场王，你是续这个胡哥，胡哥之后的二号捧场王。口话不嫌多，嘴甜才能生存下去。对，而且董哥，你现在这切的太好了。我继续说，我可以在这听一晚上。我跟你养的羊不错。假的假的。董哥，你看你家里面有30万只羊了。在这里烤的对吗？对，一会儿在这烤。那个就直接下锅了。我们现在需要一些小凳子，就把这种小凳子四个都拿出来。不然的话，这个桌子啊，都坐那种大凳子的话就不够放。那有一个肉哥做了一个，佳明做了一个，还有一个呢。没事，我们那里还有两个，放在箱子。开始烧炭，烧炭，享受一氧化碳的洗礼，泡个一氧化碳浴，一氧化碳浴。要不要给你弄一盆？你坐在车里面，自己抱着泡。我喜欢和大家同享。要走一块走是吧？全部都送走。我在这边开始给这个，不用再弄了，我没那么大。给小米辣给改到，弄小米辣，这马上掉下去了。不错不错，好。满满多了也，应该也烤不到。细心的肉种发现呢，这个土豆里边有黑色的东西，我们分不清是啥东西，但是洋芋又没有坏，看，所以说我们就给它掏了。你要说土豆，你不能说洋芋，都听得懂。你不能说洋芋，还有马铃薯，都听得懂。哟，好洋气啊，马铃薯。我们来云南就要说洋芋，好吧？我们云南说都说洋芋。我们贵州也说的是洋芋啊。对。但我现在觉得贵州说土豆的越来越多了。土豆子。我们的炭已经烧好了，现在就放在它，放在这里，让它啊，通体都烧红，烧红了之后就可以放掉。现在再不放上去，来不及喽。死的爬子点，还了的。现在已经烫的不行了。我去。不是毛巾的问题，烤脸，它和毛巾没有关系。你的脸过去了之后就特别烫。不，你在那边，我在这边，一人拿一边。不行不行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下进不去。主要是他要怎么进，他要其中的一个把手进。哦，我知道是怎么放。你要把这个，先放到这里边来，把这个冷的这样放进去，拉出来一点。然后一块一块的夹进去，然后再推进去，不然的话这个真没法，这个烤脸，对，太烫了。哥觉得放炭方式还是从上面讲，那个简直是拿不进去，烫的要死。把这个蘸，哇靠，这个包装袋的质量不太好。我闻闻。往那边一移就好了。什么？移到哪儿？往这个凳子后边一靠。移到背后啊？对啊，别吃什么好办法。什么？阿哥？港片？你要拿鼻子吗？你有种你就拿鼻子。人家明明是啊。你别对进去站。
可以，挺纯的。我们讲的手链都得翻包啊。挺纯的。本来不翻的，叫你扣里面了。扣里了。本来是没有什么。老胡，请不要一惊一乍的，好吗？对啊，这手链是不是这个包？开始。那个脚再翻一下。好了，我们要开始先烤这还有鸡腿呢，先烤牛肉，现在是牛排，等会儿现在有鸡腿，这还是要拿那个夹子啊，拿哪个夹子，就是肉肉啊，你要不拿一下那个夹子，对，不然的话不好翻，这个要封边，封边，对，要封边了，对，我去，你要不要把这个碳夹我拿去洗了夹肉，对，不不啊，也可以，这个长嘛，也可以，对。你试一下这个好不好夹呀？垃圾袋吧，啊，里面它，我们找个垃圾袋吧，要不垃圾桶，对，来，这个不好夹，你拿走吧，拿走吧，不好夹，不好夹，对，吃不到紧哈，对，那个是没力的，你拿走吧，快，拿走拿走，我这是要封边。那我还是把我那个夹夹拿下来，先烤三块。最后再烤三块，对吧？嗯。你不烤那么多也是，直接吃饱。然后来两条。来，快坐下来，让我拍。哇哦！把那个腿放上去，对，有点厚肉厚。陆哥，你在拍吗？拍的。哇！好。要刷油吗？不用刷油，刷油。哇，这个是爽。这看着有点像羊屎，这个是水啊，别乱说话，别乱说话，牛肉可以控在控一个小角落，把这三块牛排往那边挨一挨，这个小角落这样是吧，龙哥是不是，对对对，往那边挨一挨，拉过去，还要来啊，这边羊肉是吧，这边羊肉粒，嗯，放羊肉粒了，哇，牛排羊肉，你再洗吧，我们喜欢现在吃肉都是要包一个生菜，他们牛肉是包不包生菜的，这个羊油滴下去了，但是至少把一下，对，但是他们外国人是他们北方人吃的是猪肉才包生菜，好，这谁的碗，先放到酱油里，这个佳明的，佳明的，他们的可以吃了是吧，来嘞，搞起，嗯，敬大家一个是吧，嗯，好香啊，好久好久没有吃烧烤了，戒烧烤那么久，现在终于可以吃了，好爽，嗯，因为板凳当个中，哎，不用蘸盐了呀，那个羊肉是调好味的，这个是准备给牛肉用的，哇，好香，嗯，牛肉，哇，太香了，大哥有点咸，哥再拿个那个，哇，超级香！你快吃！我看到老公在搞油，要搞那个香肉。嗯，好香啊！哇，好香，直插，直撒了一片香料。哥，你呢？还行啊。那就是你妈去。来来来，来嘞！新年快乐！红红火火，就让它先燃起来吧。来来来来来，红红火火。嗯，哇，好爽啊！啊，好爽。嗯，好爽。哦，太舒服了，这冰雪糊的。就撒了一遍调料啊，好吃好吃。这里面太香了，我觉得这个包起葱再加个羊肉好多，很好吃，嗯，还有那个现在给牛肉改刀，已经手动了，选薄一点，看我们两个的一块儿蒸包，老公今天只能薄了，这肉就没法吃的呀，什么厚的肉，上等羊肉加上牛肉，我先吃，没问题，这个是 M 九的，怎么烤都不会老，老板吃吧，不会老，你这种吃吃葱了啊，哇来，顶级牛排，我们拿来做烧烤，太奢侈，太奢侈。木子，那个生葱味也好香啊哈。来就说，这个辣椒也好吃啊。嗯。
顶级牛排。再少一点，哎，太烫了，太烫了。你先吃。来吃牛排。M 九的呀、啊。不会烤的。嗯。嗯。自己我觉得大块拿回去之后再煎一下。自己怎么煎？拿牙吗？香。香啊。就是这种肉，就这种现在切的这种。对呀、啊。这油汤汤啥的，这就肉汁儿。对。还有肉汁儿。这个牛排呢，不能提下来。好老的，好老血水。看看看。给你吃吧。我们拿牛排都是这么吃的。对。嗯，谁要想吃熟的，就吃这种的。这种基本上就是属于全熟。这个，还有我的。我这个应该是七分，还是七分熟？我要吃这种，要蘸点盐吗？对，稍微蘸点盐，稍微蘸点点，什么调料都没放。不，你要不拿点那个牛肉给阿婷拿过去吃？烧烤，烧烤酱，这一会儿老了不好吃了。对，牛肉一老，你看拿几块嘛？哎，完全就，我们现在就是赶紧把牛肉吃了，干的，这老不好吃了。今天好，今天好，样样有，样样有，什么东西？样样有，样样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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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搞错了，整的羊羊肉的，哎，羊羊，你要是羊肉还不够，还羊羊肉是吧？蘸个辣椒面来，已经完全都疯癫了，这个不行。如果你稍微帮助能够翻一下那个，要不然的话它那边太烫了，就你这边好不好？你要擦一下。现在不用。我知道，我意思是说你等会儿啊。真的好吃。嗯。把这羊排用剪刀改下刀。铁丝舞。你说你整天钢管钢管的。铁丝舞改的。它像缠绕出来，给我解开。帮忙缠住了，羊油滴下去就，对，羊油只要一滴下去就熟了。对啊，不停的用酱油，应该买几瓶，买一大桶便宜酱油，专门用来烧烤的。哇，好酱油舍不得，根本买不起酱油，这和酱油还浪费了，一瓶都得够。是，这个天气吃烧烤真的是，太爽了，太爽了。太爽了，对。其实天黑是最好的，像我们那天去吃那个豆腐，天黑就很冷嘛，完全刚好。对，就来个美女，那对，第一个还是可以。我讲哥，你看中了是吧？看得到的，看中了。位置多好啊！看中了，帮你去，帮你去叫过来，我们一起吃。我知道还有你呢，你咋能那么随便呢？你的电话，微信过去，加个微信。忘关了，我要拨出去。先搁边上，放在桌子上。没事，咱们这个桌子就是干这个。这太大了，黑了。你坐这儿。哎，不是，有个，这不有一个。有小凳子，去搞个。酱油得水会不会好点？有小凳子，不行不行。就是酱油，纯酱油。来，你们先喝，第三杯，来，洋洋号，洋洋号，洋洋号，哎，文文怎么不来呀？文文他在山里边，你要不要坐我这个凳子？是过年的嘞，烤肉啊，火焰山烤肉，正宗火焰山，老李，可以。内蒙礼仪手是吧？拍照了，着火了。他一定要让明火要烤一下。我觉得可以，可以。就这顿烧烤，我们这今年都会旺，旺的不行了。对。你看，小仙都说旺。旺不旺？好了，可以了。小时候这回特别好，这次。糟小头子坏得很。糟小头子。这回这个羊肉啊，是那个灭火喽，对，灭了吧，好，可以了，灭火喽，外焦内嫩，灭火喽，我去，可以给这个嘉宾拿这个鸡翅吃了，熟了吗？已经熟了，还行，好，开始吃羊肉，熟了，肯定熟了，100%，吃嘛，没关网，哎，羊肉好吃。必须要用明火来把外边那层的火烤脆了，烧一下。对，然后里边的那个肉啊，它还是肥肉，
那个开搓开搓，牛肉有点粗，羊肉比较细。烤过我这个吃的，哇，嗯，哇，哇，好香啊！在我嘴里还刺了，刺完了，又烫了是吧？没有，又烫着了是吧？爆汁儿啊！嗯，大香。它是不是有福锅巴的？它不吃啊？这雪球应该跟这个，这个就是油腰子，就上次我们在新疆吃的那个。上次那个我们是切半了哈，嗯，切半了，这个是完整的，这是完整的油。我们这个羊排已经羊排已经弄好了。羊排是啥？放菜。贾大厨的贾大厨的手艺。嗯，可以受想想。尝尝这个羊排可以。尝一下这个羊排。嗯，果然是个贾大厨。十八组。可以。好吃。哇，太香了。至少吃那个有点肥肉的，那会有烟火味儿的。不用蘸这调料，嗯，油油的，喜羊啊，更香。它这肥肉挺好吃，够香。对，你吃了吗？那个肥的挺好吃的。啊，肉爪，哪的？肉爪，肉爪。我们还没吃。吃了没？有出去他们。老哥，还是老哥。和他。地上估计等着不好。和他说话，他居然不理我。好了，那接着烤吧。这。哦，小米辣少点吧，那么多小米辣太辣了吧？不辣，没事没事。老公正好把那个喷点酱油。啥？说。我要看烤熟的时候是不是放点粉丝在里面？茄子不用放粉丝。肉末粉丝。对，我快速可以三个。把户外灯拿出来，准备在这边再加个灯。哦、这边还不够亮。好了，直接就给它放到这里边吧。把这快圈的往里放，快圈的往里跟里边的放。哎，不行，是这意思？照不到里边。你们要吃饭团吗？快快，老哥，吃不下了。啊？饭之类的吃不下了。可以，可以。那我还是吸这儿吧。你搞个豆腐翻一下，妹妹豆腐翻。好嘞。这个是个啥？这个是油了。哇，你好。可以。这样就亮了吗？先搞个虾子吗？海鲜都还没弄。现在才想起来，吃肉都赶快快，感觉快吃饱了，我靠！还有好多海鲜，先开始弄虾。我觉得我这个吃了八分钟。这下面是不是要垫粉丝啊？对，虾的下面垫粉丝，对对对。第一层哈。第一层垫粉丝。昨天的不是，今天已经放了。我昨天对。剪还是要剪的，老公，这个粉丝要剪一下。多少分钟？来吧。就昨天初一。因为三十不是喝的有点难受啊，宿醉了，第二天啥也没喝，就做零食。这虾要不要再？一共就十分钟嘛。我把这个。掉了个，掉了，还爆了个。这个灯拉到这边来。你们放初一了，没呀？拿到这边来，三对吧？这样就够亮了，到处都是灯。来点儿不？哇，我们煮的这个弯弯可以不？虾可以。然后煮这个弯弯可以不？把那个鲍鱼，鲍鱼弄出来吧。鲍鱼要吃吧？吃。露露想吃吗？露露想吃。嗯，来吧。总得吃点补的。有几个吗？二四八个八个就正好一人一个嘛。哇，这个鲍鱼有点大啊！还好，你没吃过鲍鱼吗？这个还好了，就正常的。真的，看到我？嗯。看到你了。你要干什么？摆盘呢？一个改一个，搞一个改写。显得特别的可怜，知道吗？在那个箱子箱那蹲着搞。下
蒜，嗯，点点两口的，我葱蒜。其实你吃的时候小心一点，别吃到小米辣。我就是刚才吃到的。对，你这嚼了小米辣，咬了一下你就受不了。可以可以可以。最重要是我咬了一下之后，一开始没觉得辣的，就把它嚼了。嗨。可以。很辣。女壮士，好样的。来来上上，美少你没有看到吗？看到了，省略，看到你此处，此处省略几个字，省略美少俩字。没有，你说你买个啥衣服不好，你买个壮士，那大家都叫习惯了咋整？壮士饶命啊！